我得看着点，不能让媳妇发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吃饭、啊、来了。呀，你怎么从这边过来了？啊，两个看不见的，选一个吧。怎么又选一选啊？啊，逗下老公。老公，别弄麻烦了，我还是吃我跟前的吧。那先吃馒头吧。哎呀妈呀，刚刚吓我一跳。媳妇儿哪来的肉啊、嗯、这啥意思、嗯、什么啥意思，这我刚买回来的。哎，那啥，你啊，我尝尝吃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你们挺干净。哎哎，你看传说有人。哎，就跟这样就可以干净了。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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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是你的毛病吧？大哥，你到我手住着，懵了吧？